下班了。哎，你大中午咋过的？你中午就吃这个呀？我随便对付两口。你天天中午都这么吃吗？没有，我主要今天它不热吗？我胃口不太好。走，跟我走。嗯，干啥去？我下午还得上班，我迟到扣钱。哎，那我吃顿饭还不行？扣多少钱？我给你补。你多吃点，浩哥，这个也吃的，这个也吃的，够了。哎呀，你多吃点，你不吃饱了，下午怎么又力气干活啊？你别总想着省钱。没事儿。再喝点水。守着，来个人我就给他摁下。那明天呢？明天我也能守着。那后天呢？大后天呢？你总不能一直在我家楼道里吧？那也是。那要不然我家有个房间空着，我收拾收拾，你先搬过来，这样你能随时保护我。你是不是来之前就计划好了？没有啊。吃饭吧，赶紧吃饭，吃完回家了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哎。